来来来，你看看奶奶，已经不爽了吧？来吧，姐。也不爽，不中用了。我现在身子还歪呢，去做起来一点不中，不中用了，也就活个好一两代算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不中跟我用了，管呀你，我手挺舍他手去。不中用了。我呗，俺那地方，你怎么不花钱？你在弄什么？羊油。哦。我这现在刷锅炖上来。你有干农的事了是吧？不多呀。俺那啥那个小孩，你照顾你，俺个行吗？我不爱吃你。好，你去吃，小孩照顾你去吃。那个过年你放着，我在地里添的。哎，我地里。都什么嘛？哎，这炖油啊，这样，就在这做了呗。都什么嘛？都什么品种？炖油什么吃啊？炖油叫老妈那吃的呢。上里面做肉，你给他吃。我把炉子顶上，我吃这么回来了。来，光吃油。光吃油，天天吃油。光吃油也往上也一个也一个，都给你在家里。都什么？我这个铁锅。这个7年多了，我给你打电话一平线，中午了，哎呀，八点了，那能么着呢？那不就天了吗？不是，一天就问了，完了，你别叫俺可不喝这口啊，喝的瓶啥怎么了？这我，不喝你说你那孩子，我那姑父喝的，俺可不喝。俺真让，你也别叫我喝茶了，俺喝上了，老茶开呢。老茶菜，俺吃了饭，俺就好。嗯，俺一个都管的，俺一个人吃了就好。我听你说，要晚上我就累了，就是在一天。那一天上，我就是没来看门儿，是怎么？那怎么抓姑奶奶家？前些我就是那这污染农村，那是打菜的屋子里，那野脏的，养猫养狗，这怎么的？花那点肉是给钱分的。现在用了不用我用了，我这是。我才吃几斤的，就那些我才吃。啊，那你也说，那不是那哎，就那点买了药用的，叫我做啥叫我吃，好给我点吃上。嗯，那你不怎么治？你我又买不着别的，买了我这鸡吃。哎呀，亏你这小孩，我是活的鸡，怎么样？我倒是，我也是，咱就花钱给我打电话去，我倒是一样的。别管这些东西，反正俺养活的话都行。我是的，是不是有啥呀？啊，俺爷老奶奶会好，都问。你得吃点有营养的。连煤。我们那就看这了，这今晚上都这个都下去住。一年了啥，就看着那天山地山，那我要走，我早有矿也要买。我这个听人说的，把门儿我听不下去。农村，咱看着那屋子也没有没那没空出来农村，那怎么的？我怎么喊那人不有个事儿还起来？你们再回去，你完了就说，这个一打电话的。一星半载那是外头那是别人打电话，那你要有大事的话，我在俺还来得及吗？俺那亲的，大事。再说俺姑，俺就姑为了我，那我还不知道了。我说你在家过好，一分钟了。你那干什么？